撑得慌吗？不撑。你要给我时间，我能再吃一个。我又发现汉堡挑战啦，姐妹们快看快看，9.5英寸，约2000克，这咱也没个数啊。哎，是那个吗？哎呀，正经不小啊。这玩意儿太大。啊，是那个有那个汉堡挑战、啊、是吧？啊，您能跟我说一下规则吗？大概？咱们一个人是20分钟之内吃完的话，这个汉堡是免单的。一个人还分几个人吗？还有一个是两个人的，情侣或者那个父子啊都可以。啊、是两个人是10分钟吃完就可以免单，这个汉堡价值398。就前面那个是吧？对，啊、哦，行行行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咱之前有人成功过吗？目前没有。太难了是吧？对，太难了。还情侣、啊，我用不上你。可以吃1/10。咱们这个挑战中途可以喝水什么的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对，挑战过程中有任何需求，我们都可以满足。啊、哦，行行行，好，知道了。哇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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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个吗？真是不小呀！哎，这么大个儿。哎，这是几层肉饼啊？一层，这个肉饼1公斤。这些需要吃完吗？这些不需要，只需要吃汉堡就可以。好的。这不是配着你不得吃吗？这些是我的。哎。他把屏幕都给挡住了，我把它先揪掉吧。好大个！哎呦，有计时器，一有这个就感觉上劲儿了。要个喝的吧？要个，要个可乐吧？确定可乐？啊！有大桶吗？不用大桶的，就正常可乐就行。拿可乐过来，拿俩吧，拿俩可乐，有没有压力？早知道不吃早饭了，我就完不成，完不成你就不吧，咱就当吃汉堡玩了。难不成就要玩的吗？那我开始啦！老板开始啊！好。哇，这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煎蛋吗？对。哦，上面的赶上那种老式面包了，那个样子还挺厚。哎，冒烟儿。哎，还挺酥。赶上了第二件吃的，已经过去20秒了。哎呦！我手套不是很方便，来换一下。嗯，好了，20分钟变19分钟了，快给人擦擦。啊，擦擦，我来擦。走，好。还得加点东西，它才好吃。你的大汉堡被我拆分成了若干个小堡。先来了一个蛋包，它还挺烫，你看我现在还冒气呢。要亮一亮。没事，这种东西啊，你再吃热乎的。好多人看我呀。你吸一口，那可乐要冒了。啊。这回加一个培根，那你来 DIY 了，这是。老板看到现在觉得，哎呀，肯定完不成的，在这吃着玩的。还有刚过3分钟。哦，还剩3分钟啊？才过了2分半。它这个面包看着就敦实啊。哎呀，还挺松软的，没这么敦实。你不要可以晕倒啊。没有很多。完了，还吃上薯条了。老板见过吗？这样的，没见过。这个不在挑战之内是吧？对，嗯。你再给人擦擦，这还湿着呢。我来擦。嗯、哎呀，你这操心呀、啊！我开的时候这手套卡住了。是，但是手套开不太好开，还做了指甲美甲。完了，今天看不到美甲了。老板刚才看一脸懵，没见过这样，还在这聊着天儿。你这饭好好吃。最难就是那个肉饼。肉饼难？对。哇，我可老期待了。看。老板，这是几个蛋啊？中间那个？5个蛋。好，5个蛋做一张饼。5个蛋做这么薄？嗯，培根也很好吃，下面都是芝士。嗯，
餐。好、啊，你给我蘸酱了吗？啊，给你加个番茄酱。我倒是不用，他怕我干吗？怕你吃的没味儿。我们这不是挑战，我们这就是享受美食，怎么好吃怎么来。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15分钟。这15啊！啊！我这就像看成了个八，我寻思，哎呦，我得加快速度了。你这样，你问我，我给你报时。啊，恨不恨不呢？老板说最难的。让我看看这个老大难，哇，它好厚。一上手你就觉着它重量了，很大很厚。烫，冒烟儿。哎呀，好吃吗？好香呀，你们肉饼还爆汁呢。对，这里面是和牛碎肉做的，所以肉本身比较香。好，给我拿个手机，快来拍一个我这边掰的特写，我这个镜头一定要给大家看到。哇，看这个肉饼。好了，你走吧，你再拍一会儿，我怕你馋了。啊老板见过这样挑战的吗？没有。就是这种东西吧，你不得自己吃，你还得馋到别人。这个汉堡单卖多少？398。它一点不一样，特别湿乎。看看这汁了吗？看看汁了吗？王子鱼刚才镜头拍的不是很好，我要这样掰开给你们看。看，我要留一块，还夹下面面包呢。哦，下面面包也贼厚。哦，下面这感觉比上面的敦实啊。下面的敦实，那下面有好多菜。哎呀，一道菜我就不太行了。番茄酱被嫌弃了是吧？嗯。你都被我嫌弃了，别说你的番茄酱。幸好没夫妻上场啊。我大概能吃两根培根。哎呦呦，下面菜好多。下面酸酸的酱是什么酱？这个酱是我们自己调的，跟那个真正的蛋黄酱不一样。这是我们厨房做的酱，好吃，酸酸的，贼开胃。还有酸黄瓜、番茄。正常汉堡的酱，它用普通蛋黄酱的话会腻，加上我们的肉饼会腻，所以这酱是我们自己调的，根据我们汉堡肉饼调的。是不是得拿东西把这个计时器支一下？好，我来支。好，你的番茄酱。哎，番茄酱太有用场了。报个时啊，过去了一半，还剩10分钟。还有10分钟呢。听到刚才这句话里面的轻蔑了吗，老板？是吧？哎呦，这些菜真是个，这些菜才是老大难了。还有，跟你们说，这些菜。酸酸的很好吃，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要用纸了？可不能蹭一脸。我要吃的优雅。我是觉得汉堡这东西吧，你还得抱起来啃，是吗？是，还有那味儿啊！你们平时3天都吃不了这么多蔬菜。今天蔬菜摄入量超标。嗯，菜饱，蔬菜饱，沙拉饱，蛋饱，培根饱，今天都吃到了。肉饱。
们家小伙儿有1.85米吧，有个150斤吧，符合我的要求。他烤这个面包皮是不是还放了黄油？上面会慢慢分离之后有啊，对，所以酥酥的，黄油酥酥的味儿，可好吃了。其实这属于我的秘方哦。嗯，被我给吃出来了。就吃上薯条了的。那薯条很好吃。老板在我对面没意思的都开始喝茶了。老板现在的内心里既慌张又平静。398没了。这不完事儿了吗？咋的，那俩肉饼不算呀。啊，这两口吃完了。你这20分钟挑战聊天聊了8分钟。擦了1分钟水。薯条声，太卡了。哎，早知道刚才留块面包把它夹进去，夹薯条也好吃。哈哈，吃吃吃吃。建议老板可以增加一块肉饼。建议老板别改规则了。聊天聊了8分钟。你说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咱们能哐哐往里塞？拿水顺，让人看着噎得慌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我刚想给你一口了，你今天没有口福了。没事，待会儿完事儿我再带他买一个，我吃个小的。我就说你赔钱吧。老板本来想改规则的，以前都是单人挑战，他一直没有人成功过，所以想改成双人挑战。今天完了可以再考虑考虑了，对吧？我也再考虑考虑。原本觉得是不是太难了？今天完事儿是不是太简单了？我们之前去做过一次拉面挑战，去完了之后老板就改规则了，要把汤也给喝完。我一看你这时间，我就觉得对我可友好了，因为我不是能吃快的那种，我还喜欢慢慢悠悠吃。然后提前联系过你，我不是问过你做做大吗？然后你不是给我发过个照片吗？就看那个照片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嗨，这点东西。但现场看着会比照片大很多啊，大好多。所以看外面那个的时候，我还跟照片还不太像。大好多，它主要是厚，看起来特别高，特别厚，特别敦实。嗯，牛肉饼的厚度。你就是一定要照着20分钟来吃的是吧？卡点卡秒的。我们得给下次的挑战者点机会吧。留点余地是吧？你看吃太快了，多聊会儿是吧？你老在喊着叨叨叨，我不接话都不礼貌。我们后期现在挠头了，本来5分钟能剪完了一个挑战，硬是要剪20分钟，我聊天聊了12分钟。我慢悠悠呢，2分了吗？2分50秒。他要一开始说这些都算在内，那我肯定康康的，这些也早吃完了，就是小番茄，还有这边的薯条，还有小黄瓜。老板，要不下一个人挑战把这些都吃了，你一个小菜。我在考虑。老板赢。话都不会说了。我怕大家觉得我拿水顺，我都可以少喝一点。可以喝水，正常。1分多少啊？1分50秒。50呢？我给你们看看啊，就这一块肉，我要正常吃，我得多快能吃完。
都已经准备改规则了，太难了。我忘留最后一口了。喂，还有薯条啥的。我塞进去了之后，我才想啊，我成功了。老板，我是第一个吧？对，来击个掌。老板并不是很想击掌，赔了300多块。我们之前测试这规则的时候，专门请了一个健身教练，特别体格特别壮。然后他一个人快吃完了，剩一点了，但是已经吃不下去了，已经扶墙了，就不挑战了已经。老板刚才问我真不撑吗？现在什么感觉？我都试不出来。撑得慌吗？不撑。你要给我时间，我能再吃一个。老板。非常开心的一顿午餐，他们家汉堡是好吃的那种，而且是就是也吃过这么多汉堡了，算是鲜嫩多汁的那种，就是肉饼很香，它冒出来的不是油，不是那种腻的油，是那种汁水混合着油的那种。你没吃着太可惜了，我再点个小的。今天这个又是大家推荐给我的，你们要碰到这种还可以随时推荐给我哟，分手一分钟，拜拜。哎，又吃上了，那你剩半个怎么办？